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啊，那这有点浪费嘛。我们眷村子弟想说啊，那帮我把它吃完好了，吃完就吃成这样了。之后我就想说，好，没关系嘛，是你打开吃完呢，不是你打新梅姐，你打开的嘛，你造的孽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白天就轮替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二天看谁看了不开心，谁来处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有小孩啊，是不是？现在有小孩，小孩会爬去爬去吃哦。对呀，要收干净，真的要收干净。而且好不容易就是占了半个皮箱拿回来的东西，本来就是要对珍惜嘛，珍惜，对呀，要珍惜。他在分食的时候就不是这个表情，他在跟你同乐的时候，哦，也是吃的很。没有，他每次都说，哎呦，你这个，他说我啦，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很奇怪，每次说要买的时候，你说不要买，回来吃的说，哇，你吃的比谁都还开心，对不起。真的。买的时候我就说啊，不要买，因为吃这些也没什么营养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回来了，吃得很开心，他都买回来了，不吃吗？让他轮替吗？当然是把它吃完嘛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可以拿一千块吗？可以拿一千块起来吗？可以，有道理，可以拿一千块，我刚刚没有道理吗？一千块，都没有道理吗？我刚也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一直不让人家讲话。有道理，而且小梁哥真的很节省，又叫 Lunky 的重点，是我也是啊。这个不是节省，可是这是一个好习惯。不会把它吃掉，他为了怕 Lunky 他吃掉。还有一个是因为他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大而化之，而且他宁可多点，他也不要少点，因为尤其是请客，吃得开心，大家吃得开心。可是小梁他就不会点，对。问他，他就不会点。对，然后呢，他点了甜，咸的，咸的完了要甜的，他点很多，但是小梁都一个一个把它吃掉。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不点？他因为他根本只吃几口，而且他因为小梁知道他只吃几口，他很了解，对不对？明明我班就跟你住好不好？你太了解我，太了解你了。我现在可以拿两千哈。你拿干嘛了？不是叫你拿，不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哎，对对，所以大家比有道理的就对，对，好，那我知道了。不是，明明是比如你点了什么，他又不想点，然后看到你点，他看你吃又很好吃，他用筷子来夹，那很讨厌。没有，你一定吃不完。嗯，又讲太少，而且，对，而且他，我第一次看到 Stacy 的时候，我就好，我是你是Stacy 嘛，然后我就哎，新梅也好，你好优秀，好漂亮，好优秀。然后小梁就站在中间啊，然后现在我换成我是小梁，然后你在这边嘛，你一直称赞他，我是小梁啊，你一直称赞他。哎 ，Stacy 你好漂亮，好优秀，对不起，然后我是小梁，他就讲谢谢，真的，不要再称赞他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开始还听不到他在讲什么，他就一直讲不要再称赞他，不要再称赞他。为什么不要称赞狮子座？我们想要听他讲，好不好？好。美安，你要先丢钱，不然都是我的钱被拿走。对，一千放进来。没有，他有开放，我可以讲。好，你为什么不让人家称赞老婆呢？狮子座就是这样，因为他是万兽之王，你知道吗？当然，所有的人都要跟他下跪，跟他拜嘛，就万兽之王嘛。所以你他就没波及，你越称赞他，他越就会觉得他做的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真的很漂亮啊。所以比如说，哎呀，老婆那个衣服太多了，他说，哎，什么衣服都，上次我穿这样，新梅姐称赞我，你看就来了，没完没了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还好，你想穿的没有？从一千。刚人不帮我，我已经有操了，唠叨啰嗦，连别人称赞老婆都要啰嗦，而且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对啊，他这个习惯很差，是很爱闷闷，你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出来吗？对，他又不敢，因为我就是喜欢在心里骂人的人，因为你说出来会得罪人嘛，所以我都在心里骂人。问题是你的心里话为什么我们听得见？对啊，忍不住，有时候会漏风啊，漏风，不要再称赞他，不要再。真的，他就一直就是都这种碎念型，碎念。好，第三个，来，哇，他有五条哦，比我还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因为听说他常在贵节目，就是批评我说什么，我平常都爱找他拍照啊，或什么。可是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是因为呢，
他如果自己是 Sado， 好像今天有来录影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他这样有 Sado 过，而且他干嘛穿一件内衣就出门了？对啊，我也觉得，而且好像有一点点，就是有拉链的卫生裤，有没有？有拉链的卫生裤。你前身不多，你确定吗？还没讲完呢。你前身你先把它讲，后面还有三条，你要等一下。你就是他们自认，你对造型来讲很要求的人夫，你来讲看看他这一套可以上节目。你评评你，你还有头发，还有头发。那我觉得头发是的确像没有整理的啦。美哀美哀不行。我觉得我最看不过就是你们没有看到的一点，是就他穿了一双帆布鞋，然后不穿袜子，鞋舌还外一边露出了他的脚。哦，对。你为什么会露成这样啊？你为什么？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这个？美哀美哀，不是你给他看一下。里面有增高垫吗？你给他看一下这里，他是这样哎，露出来他的脚。鞋舌没有拉出来，鞋舌还歪的耶，好辣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！No， 我还没讲完，还没。你如果要讲，你就先投，你如果很急，投钱，那就投钱，对，不急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我已经讲到第三题，他一张都没有掏出来，厉不厉害？人家还比较大方，真的，看出本性，看出本性哈。就是他自认有 Sado 的时候，他会来找我拍说，哎 ，FB 好几天都没有 PO 了，赶快来给我拍一张什么什么的。可是如果是我觉得我可以拍照，他觉得他不是那么 perfect 的时候，他就会非常不愿意拍。我说有什么关系 ？FB 我们就是分享，就是大家平常的日常生活啊。他不行，我今天头发都没有抓，然后我这个皮肤这边长痘痘。所以他其实是比我还爱美，谁会关心他有没有长痘痘？对呀，不行，不行，对，没有人赞成你讲话。好，再一条哦，讲得好开心，懒惰这一点可是啊，这一点上次我跟小梁哥我们一起跟他上节目的时候，他一直说是你懒惰。出门东西都不带，然后每天都要。我知道，我这边也有控诉，他还就是偷偷的上 FB， 就是骂我一下。对了，还有什么隐形眼镜没了，帮我买一下。鞋子记得帮我拿去修，有空帮，有空帮我钱给卖家，不要忘记浇花跟倒垃圾。衣服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拿出来晒。他觉得他是二十四的贴身小跑腿，他好像他说我忘记他是影视歌三期的巨星，但是他还是去做了这样子。原来爱就是那么简单。哇，对，你看讲的真的都要哭泣了。殊不知这只是他所有为我做的事情，所有已经列在上面。那我为他做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。哇塞哇塞，真的。然后他还偷拍了我一张虎背熊腰的背影，然后就跟我这样po上去，然后你看他都不顾我的形象，可是他po这个文，我觉得是讨拍拍的那一种。对，可是他自己连长一颗痘子都不让我拍哦，就这样偷拍我。这背影很漂亮，这背影没有虎背熊腰啊，我觉得很漂亮啊。这还好啊，对啊，对，但是他就是，其实这真的就是他平常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其他已经在上面，已经都在上面，没有更多，而且这个是真的，比如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或什么，他因为就是影视歌三栖巨星嘛，他没有 Sado 也不方便去 Seven 啊，所以要吃个什么也是都要我去买啊，缴费也是啊，好，或者什么，对，不是，你可以讲，但是请放1000块，还有，他先讲，就拿昨天来讲好了，昨天我手上就拿了一个。就是小小的保险箱，里面有我们公司的，就是一些就是比较重要，比如章啊或者什么的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银色保险箱，还有我的就是自拍棒。结果呢，我就说，哎，帮我拿一下这样子。他拿在手上才3秒，就说，你看，我拿这根像警棍，然后再加上这个，适合我的造型吗？那明明就只是一支黑色很漂亮的自拍棒。哦，对，连这个都不愿意，你看，你是在演决战星球是不是？投钱就可以交啊！你不要再小气了，连自拍棒都不愿意拿，你看懒不懒？自拍棒都不能拿，对，因为他觉得他拿那个难看，像是拿一根警棍。老婆，没关系，欣梅姐爱你，来，我先借你2000，我先借你，哎，这一局我赚好多，好不好？先借你。
好开心啊，编辑，请说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站起来！你要干嘛？起来！走！要干嘛？要干嘛？去中恒超暖心，现场人机好羡慕。我们那时候十年的时候，他有特别就是有就是已经跟人家就讲很请很多人打拼买那个 H 牌的包包送我，而且我一直没有跟你讲，他有打给我过。真的？哦，用心，对，他就是想买一个那个包包给我，他叫我不要讲。